诸位法师，诸位同学，我看到这个地方有几个问题啊，我们依照顺序来解答。问题不太多啊，有时间我们再谈谈修学用功的方面啊。前面是悟道法师的提问，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请问提倡尊师重道的活动有三个小题目，往后每年是否可由各个净宗道场有意愿有经验举办大型活动者抽签轮流主办。这个孝亲尊师是非常重要的教育，现代整个世界的动乱不安，包括着所谓自然的灾害，我们细心观察根本的原因，确确实实都是出于把孝亲尊师疏忽掉了啊，所以才有这些天灾人祸的感染。那么要化解灾难啊，根本的方法呢，就是要提倡孝亲尊师啊。孝亲尊师是自信信德的流露，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现在变成不孝父母、不尊重老师、不尊重长辈，这是反常的现象啊。我们把反常当作正常啊，因为正常是反常啊，这个灾难就现前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桩事啊。在哪个地方举行，是在讲呢，是那个地方有福报啊，提醒当地社会要重视这桩事情。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了，首先要做到啊。我们做不到，办活动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啊。最重要的是自己做到啊。怎么个做法呢？落实《弟子规》，落实《感应篇》，落实十善业道，就做到了啊。如果是出家同修呢，在落实沙弥律仪啊，你是真正佛弟子，真正圣贤弟子啊。如果不能够落实，那是假的，那就不是真的啊。像我们今天大家在这里受的三规啊，或者是五戒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名字份上的事啊。为什么呢？三规做不到，五戒决定做不到。啊，你能不杀生？你有没有伤害众生的念头？如果有伤害众生的念头，
那个念头是属于杀业啊，你的杀业没断，你不偷盗，有没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啊？有丝毫占别人便宜的念头，那是盗心，你的盗心没断啊，这很不容易起来啊，要从啊基本的戒律去修啊，基本的就是弟子规，所以不可以不重视啊，弟子规是戒律的基础啊，我们今天不学小乘就要用弟子规用感应篇来代替小乘啊，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求自己啊，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庭做起啊，从自己的团体做起，这真是无量功德啊！我们的团体虽然这么多年来常常说，可是我们的团体没做到啊，早年我们的华藏图书馆没做到啊，现在我们净宗学院也没做到啊，团体做不到，我们要求是个人做到啊，不要求别人，要求自己，每个人都能反省，每个人都能自己做到，团体就做到啊，如果不要求自己，要求别人，是永远做不到的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办活动是宣传啊，是扩大影响，这是好事情。那么下面他说明年可先到庐江申办啊，宽容法师提一提啊，那这个要跟庐江实际禅寺的老和尚啊去商量啊，老和尚同意应该没问题，但是如果说是有上千人来参加，恐怕实际禅寺啊场地太小了，没这么大的场地啊，可能有困难。如果说300人以内没问题啊，他可以容纳，300人以上没有这么大的场地啊。不过我现在晓得有一个场地比较大的啊，山东庆云的金山寺，这个现在主持是齐素平居士，听说他那个地方场地很大啊，这个1-2000人应该没问题啊，那么他也喜欢热闹如果去办，我相信他很欢迎啊。幕后一个问题，就是在第60年时再回到学院举办，好事，真是好事。但是60年啊，今年是弘法的50周年，60周年，10年之后，我们还能不能在这个世界？大有问题。所以今天我很感动，很感谢诸位同学提前啊要我注释，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我要答应，我不就欺骗你们了啊？人的寿命呢，自己不能做主啊啊！我能够说我再住10年，再住20年，
再住五十年，行吗？啊，所以这个一定要了解，啊，住房实相啊，啊，所以我常常提醒同学们，记住古圣先贤一句“金玉良言”，啊，那就是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释迦牟尼佛也不能够常住世间呐。啊，迦摄尊者是奉命常住世间，但是世间人看不到他，啊，只知道他老人家在七祖山入定，谁也没见过。啊，我们从虚云老和尚脸谱记载着，老和尚朝七祖山，他说，他听见敲木鱼的声音。啊，这个，迦摄尊者在诵经，啊，还是在念佛，听到敲木鱼的声音，没见过人。啊，我们到七祖山。去朝拜，啊，听说这传说，啊，说有人曾经见过，啊，这是传闻，啊，是真是假不能够确定，啊，但是我们能够信得过，啊，为什么呢？理论上是讲得通。啊，时间是可以叫它永驻而不迁留的，啊，那是属于定功，啊，只要你心不动了，就能常住；心动了就不能常住。啊，那我们的心是动的还是静的？不孝。我们对父母有没有不孝？对祖宗有没有不孝？对佛菩萨三宝有没有不孝？啊，这大乘戒经里面常说的，啊，孝敬。佛陀三宝，啊，那么也有说师尊三宝，啊，佛法里面称为师，就是老师，啊，老师的定义很广，啊，广义的是一切弘宗言教的大德，无论是在家出家都是老师，啊，狭义是指释迦牟尼佛，啊，那怎样才叫孝顺？真正做到能承传佛菩萨的道业，这个就尽孝，这才叫孝顺嘛。如果我们不能够承传，这就是不孝了。那对我们的家庭，对祖宗，啊，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是什么？是无伦无常。如果我们真正落实了五伦，五伦是讲关系，啊，首先说明人与人的关系，啊，他从夫妇开始，啊，夫妇
得组成一个家庭，然后将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君臣在现代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关系要懂，这个不是什么人制定的，不是什么人发明的，这是大自然的运作，大自然的法则。有伦就有无常，常是永恒不变的大道理。这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这是人的常道啊。那仁义礼智信跟佛门里面的五戒相应，不杀是仁，不盗是义，不饮是礼，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跟这个五常跟五戒是内容是完全相同的。古大德为我们讲的更详细更明白，给我们定了12个德，不多，这叫八德。八德有两种说法，里面有4个字重复，除掉重复呢，实际上12个字要真正做到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不能跟12个字相应？如果能够相应，那么这就是孝顺父母，孝顺祖宗啊。这12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12个字。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想到这个标准？符合这个标准，我们一定要做；违背这个标准，那就不能做。这才叫孝顺父母，才叫做奉师师长。所以这个它不是口号，他要叫你去落实。我们如果起心动念常常都能够记住这几个字，它很简单不复杂。时时刻刻用这个来对照，这叫真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言行，相应就是正确的。不相应就是错误的。这个叫真正的孝敬。对老师的教诲也不如实。那么这个叫真正的尊敬师生三宝，下面悟道法师还有个问题，他说：“可否请各地金钟道场每年纪念佛诞节，中国地区可以农历4月8日。”纪念，其他地区可以用未赛节日举办。
这都是好事，都是属于宣传啊，扩大影响。那么宣传跟扩大影响都要想到有实际的内容，它才真正产生效果。如果没有真正内容呢，那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形式办得再热闹啊，办完了发挥完了也就空了，一场空啊。所以真正产生效果还是古人说的有道理，办办教学。长眠不能中断啊，谚语所谓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效果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办办教学不能够中断啊。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啊，科技没有善恶，善恶是人，如果善于利用，这是非常好的教学工具啊。不善于利用，如果里面它的内容是暴力、色情、杀盗淫妄，足以毁灭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个操作在人啊。我第一次跟凤凰刘长乐见面，我就告诉他，我说今天世界上两种人，可以救世界，也可以毁灭世界。他问我哪两种人，我说第一个是国家领导人，第二个就是干你这行的人啊，全操在你手上，你可以毁灭世界，你也可以救世界啊，看你走哪一条路。所以我们的教学可以利用媒体，利用这些高技术啊，传媒的发展，我现在所看到的，我想不会超过3年，将来你们手机都可能收看卫星电视，都可以能收看网络的频道，没有障碍了啊！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听经，你都可以学习啊，你都能够收到资讯，你说多方便啊！这个技术已经开发出来，还没有普遍啊，我的想法顶多3年就会很普遍了啊。那我们就要警惕到，我们利用这个来讲经教学，这多么方便啊！不必要挤到道场来呀，随便在哪里都能够修学。古今中外，这些大圣大贤，他们的成就，你一定要晓得啊，接受老师善有的指导啊，指导是指导你的方向目标，成就那个路是自己走出来。绝对没有说哪个老师是督促你，父母督促你，
那都是教不出来的，啊，都是自动自发，啊，循规蹈矩，啊，所以我们常常赞叹老实人的，老实人肯定有成就，我说他不胡思乱想，啊，他能够遵循啊父母师长的教诲，啊，一条路走到底。没有一个不成功啊！佛在经上告诉我，菩萨最大的障碍是什么？疑虑。你对于你所学修学的法门、经教，如果有疑惑、有顾虑，你就不能成就。什么人能成就呢？没有疑惑，没有顾虑，勇猛精进，个个成就啊！我们细心观察古今中外成就的人，用这一句话做标准，几乎全都符合，没有一个例外。那么这一句话就变成真理了，只要我们肯相信，不怀疑，没有一个成就。同学们在一起交换心得，交换学习的感受，不能发表意见的。意见是什么？意见是你的妄想啊！妄想越多，障碍就越多。去提问题也是如此。我讲过很多次。老实人没有问题。那提出问题的人就不老实。他才有问题，他要老实的话，他哪里有问题呢？所以这个要知道，我们是凡夫，中下根性的人，换一句话说，都是不老实的人。不老实不可以装老实，装老实就吃亏了。不老实的人要提要问，要搞清楚搞明白，断疑生信。真老实人他没有问题，他不懂他也不会想出问题来，他就照做就行了。最老实的人，成就最殊胜的人，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除一句弥陀之外，他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他也不要懂，也不过问，一句弥陀念到底，念到最后，他欲知实知，自在往生，品位还挺高的，那个真叫上上根人呐，那不是普通人呐，普通人做不到。所以千万要记住，无论在家出家修学，希望能够在一年顶多两年，要把四个根扎稳，然后你的前途一帆风顺。如果我们疏忽这四个根，四个根是有次第的，要从《弟子规》开头，第一门功课，《弟子规》学好了，学感应篇，感应篇学好了，学十善业，十善业学好了，学沙弥律仪，在家也可以学，
沙弥利尼在家同学可以学，啊，只有比丘戒、比丘尼戒，啊，佛是制止，啊，在家没有受过大戒的不可以看，啊，不可以看的原因，你要晓得，这个里头不是有秘密，啊，而是佛陀的慈悲。因为你看了这个戒律，你就有这个标准，你常常会批评出家人，批评出家人呢，你就造口业呀。你不看不晓得了，你就不会批评啊。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所以这个要懂，啊，避免造口业。啊，所以菩萨戒呢，跟沙弥戒的没有关系。在家出家都可以修，四个根藏文的好啊，像一张桌子四个腿啊，四篇八文呐，啊，那这个成就是肯定的，啊，只要自己精进不懈，没有个成就，啊，把我们自己学习的成果，啊，用网络、卫星。向全世界传播，这个影响就很大。那么大型的活动，一年能够办一次，是好事。啊，可是你们想的这个方法，影响也还是不大。我替你们出主意，会产生很大影响的。啊，到哪里去办呢？到联合国总部去办。一年办一次嘛，借联合国的这个大堂嘛，啊，那个大会议堂，哎，你像我们在2006年，啊，在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办的这个活动，它影响大了，啊，驻联合国的大使，啊，192个国家大使都参加。他们都听到，所以这个才有影响的。啊，一般场合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啊，所以大家有这个心愿，哎，众生有愿嘛，就会有感应。啊，我们过去曾经走进联合国了，给联合国留下很好的印象。啊，以后再申请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多了。凡事起头难，这个头已经起好了，已经带下来了，啊，就我相信可以做得到。下面现场同学提问，第一个问题：他弟子已经念佛10几年了，每天坚持。做早晚课，另加读诵《地藏经》，回向跟冤亲债主，三时息念也有写牌位，但是每天晚上入睡之后啊，却会不自觉的大声讲话、惊叫，有时还会大声念阿弥陀佛，还会起床严重打搅同住同学们，弟子感到。十分惭愧，但是本身呢又毫无知觉，请问他底下三个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原因可能是叙事的因缘啊，过去生中阿赖耶识里头啊。并且烦恼习气种子，也可能呢是在这一生当中造作的不善业，所谓是梦游心生，
那么这两个叫因，缘呢，就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有冤亲债主附体，冤亲债主附体有两种现象，一种现象呢是你自己知道，一种现象是自己不知道，但是你的言行思维反常都会受到这个所谓是灵界的感染，这是因。你问如何对治和化解这种情况，这也有两种。如果是于冤亲债主，你要调解跟他谈条件，要跟他开导过去借的怨，要化解，不可以冤冤相报，冤冤相报不能解决问题他的结果是生生世世彼此双方都痛苦，那又何必所以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帮助他学佛或者我们读经给他回想或者是用念佛修学一切功德回向给他的，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或者帮助他超生到天道绝大多数能接受我们遇到这个事情很多他就化解了，就离开了最后他问是否会造成临终往生的障碍，是的，如果不能化解确实是临终往生的障碍所以这化解一定要做，怎样才能化解呢？给诸位说，化解的秘诀就是真诚心，不能有丝毫侥幸真诚心跟他往来对鬼神如此，对世间一切人也是如此跟人结了怨，如何化解？真诚心能化解。那我用真诚心还是化解不了，对方还是不愿意接受，没有关系，持之以恒三年五年他原谅你可以化解三年五年还不行呢，十年八年再不行到他临终的时候就不化解，他到临终的时候所谓是在这个时候他会回想这一生所交往的人哪个人不错大概这个人是我一生都不原谅他，但是他一生都没有说过我一句坏话，这个人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还是会化解所以持之以恒呢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不能化解呢，真的会造成障碍这个障碍非常明显幕后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只能维持五分钟的念佛成片是否真正的念佛成片？不是，功夫成片是永远成片
那才叫成片。啊，五分钟是个短暂的，啊，好像闪电一样，啊，光亮了一下，后面就没有了。啊，如果说是你的一亮之后啊，永远都亮下去了，这叫成片。啊，成片就是一心不乱，啊，是一心不乱的最低的程度。佛给我们讲念佛功夫，上品是理一心不乱。啊，什么叫理一心？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啊，所以理一心跟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同等的境界。啊，中品的是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是把执着放下了，就是见思烦恼断了，他的境界等于阿罗汉。啊，这是四一心。啊，功夫成片里面有前身不同。啊，那么你照小乘来做比喻，那就是从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啊，那么这个可以说上中下三品功夫成品，啊，都是属于待业往生，因为三果阿那含见思烦恼没有断，啊，要到阿罗汉才断，所以阿罗汉往生生方便有余土，不是凡圣土。所以这个要晓得，我们凡夫能练到功夫成片最低的标准，那就是你心里的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成片。也就是说见思烦恼一品也没断，只是信愿功夫得力，啊，能够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妄想把杂念全部打掉，啊，取而代之，啊，念头起来善念也好恶念也好不问他，第二个念头啊，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古人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佛的人，佛号提起来就是觉，啊，觉而不迷呀，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三归具足了。啊，这是我们能做得到的啊，永远保持心地的觉真境，用什么方法呢？一句佛号，啊，千万不要这个念头起来了，它还有第二个念头继续了，第三个念头又接着了，这个麻烦就大了。善念相续，造三善道的业因；恶念相续，造三恶道的业因，啊，都不好。啊，最好的就是念头起来一发心就阿弥陀佛，取而代之，啊，就换成了阿弥陀佛，这个叫会意念佛，啊，这样念佛，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所看到的，啊，大概三年，啊，你用这个方法，三年呢，就能够预知实质。自在往生，啊，不需要很多时间，啊，可是天天要用一句佛号来养来换，啊，换你的妄念。
这个方法真好啊！所以诸佛赞叹，菩萨赞叹，祖师大德没有一个不赞叹的。时间不要很长，3年到5年决定成功啊！你说我要学什么法门，在这个地方学多累呀，多辛苦啊！哎，我花3年时间，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念到极乐世界了。我想学什么法门，到极乐世界去学多好呢？啊，阿弥陀佛是老师啊，十方诸佛如来辅导你啊。哎，你不要受这么多辛苦啊！这是最聪明的人，上上根。准能成就。我在早年讲经的时候，有人问过我这么一个问题，啊，他说他读《往生传》，读《净土圣贤录》，看到那些人念佛了，很多都是3年往生的，他问我是不是他们3年寿命都到了？啊，我的回答说不可能，哪有那么巧啊，啊，个个都是3年寿命就到了，这不可能的事情，这个讲不通的，啊，应该如何去解读它呢？那就是说他3年功夫成片，功夫达到了，到这种功夫的时候他可以不要寿命，啊，他可以舍弃他的寿命，啊，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个才能讲得通啊！啊，你看前年我住在香港，在香港家境，深圳有个黄忠昌居士，30多岁，啊，他就听到我这种说法。所以他就发心来做实验，啊，看看，哎，就用这个方法来念阿弥陀佛，看念3年能不能去。啊，他找到向小丽，向小丽帮他忙，啊，给他做护法，他闭关，啊，他给他这个护持，啊，他3年就用这一句佛号，把一切念头啊压下去。念到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满3年，啊，他跟小小姐说，他说他可以往生，啊，欲知时知也没有生病啊，他真走了，啊，这就说明佛祖传的这个方法有效啊，啊，世界灾难这么多，你们要不想受这个灾难，哎，你用这个方法，黄忠昌现身说法，哎，他做这个实验来给我们看，真有效啊！啊，不过云属实，你要找一个地方去闭关，要找一个好人来护持，来帮助你。啊，好在3年的时间不长。只要如理如法，啊，理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方法呢，那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上给我们讲的，都是6根净念相继。那说得更明白一点，西方确知觉明妙行菩萨说，意思是一样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早年地贤法师教他那个锅炉匠的徒弟也是这个方法，啊，那个更好，啊，他教锅炉匠一句阿弥陀佛，
练累了就休息，不分昼夜，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休息，一休息好的时候赶紧接着去练。他也是三年成功的，欲知实知，站着往生的。往生之后还站了三天，等地仙法师替他办后事。因为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从宁波的乡下到关中寺，一个往来三天，他站了三天。地老看到之后赞叹佩服，你没有不出家，他不认识字，中年40多岁才出家，人又很笨，什么都不会，所以出家不能住道场，住道场也瞧不起，连早晚功课他都不会，那怎么能住啊？所以地牢在乡下找一个破庙，没人住的，叫他去住，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附近找一个护法照顾他生活，三年成就了。所以地牢说，你的成就啊，弘宗严教的大法师比不上你，丛林里面方丈住持比不上你，所以这个都不是普通人，信心成就了，不怀疑，不夹杂，不简单，这是近代为我们现身说法的这些人，给我们做了好榜样。所以一心不乱，乱不乱不要去问他，如果有这个念头，我什么时候到一心不乱，就永远得不到一心不乱。为什么呢？这一个疑虑把你的一心不乱破坏掉了，为他夹杂这一句嘛，夹杂这个念头，这就是破坏功夫。所以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都不要问，什么都不要顾虑，这个才能成就。那么要想看到这个世界动乱，慈悲心现起，真的是舍己为人。舍己是舍自己往生的品位，留在这个世界研究经教弘法利生。可是这里有个标准，自己决定能往生才行，像欧耶大师说的，我只要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就可以了，这是他的底线呢，他肯定能往生啊，这个心。如果这个没有的话，那就不行了。那你舍己，你自己将来还搞六道轮回，还要躲三恶道，这个就错了了。所以舍己是决定往生，往生品位很低。这个可以。凡是这种人，实际上他往生的品位一定不会很低的。我们看欧耶大师就知道了。欧耶大师真的是下下品往生吗？决定不可能。为什么？教学相长啊，自他两利，不是利益一方的。你自己没有成就，你怎么能利益别人？
所以利益别人是利益自己，成就自己是成就别人。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做弘法护法的工作，这个功德大了。为什么呢？正法久住在世间，要靠弘护的人。没有弘法的人，佛法不能入世；没有护法的人，佛法也不能入世。所以佛法入世要靠弘护。弘法护法一定得三宝加持，得龙天拥护，这肯定。他不为自己。那么这个工作呢，一定要接触群众。不过现在社会不一样，现在弘法可以不接触群众。在摄影棚里面讲经说法，可以不接触大众。接触大众啊，那个障缘就非常多。是一条很危险的道路。接触的环境顺境，人事善缘，很容易生起骄慢心、贪婪的心，容易引起贪嗔痴啊。如何在这个环境里面不起贪的念头，不起愚痴的念头，那这就成就自己啊。处顺境，没有贪痴；处逆境，环境很不好，障碍很多，恶缘遇到的人都是冤家对头，都是障碍。在这种环境里面，成就自己什么呢？不生嗔恚，没有嗔恚心，没有报复心，那就不愚痴了。所以在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里面，把自己的贪嗔痴慢疑断掉了。你不没有这个境界，你怎么能断得了？所以立誓练心，那么然后你才晓得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是成就菩萨道的善缘，你要通过你才能成就啊。于是你对于一切人死会产生感恩的心，这顺境我感恩，逆境也感恩，帮助我成就我的我感谢他，处处找麻烦我也感激他，你就入不二法门，你就平等心就现前了，所以会修行的人没有一处不是道场啊。但是不会修行的人呢，看到顺境就起贪心，看到逆境就成慧，那你就必定堕三途，那叫大起大落啊。所以会的人呢，大起往上提升，不会的人就往下堕落。所以我们晓得世间所有善恶是非不是一定的，没有一定的。所以佛说外面境界没有善恶，没有是非。善恶是非什么？是自己念头上生的。你一念善，
外面恶的境界都变成善境。你一念不善了，外面善的佛菩萨境界也变成不善的境界。所以才说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问题根本不在外面，外面没问题，所有问题都是在起心动念，都在自己啊。明白这个道理，你的菩萨道啊就走得很稳当啊，不会出毛病。这大乘教里面佛如是说，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应当啊要学习啊，这样才不但帮助自己啊，把这个冤亲债主全化解了啊，而且帮助这个社会啊，现前社会如何化解冲突，如果化解纷争，自己做出好样子给人看了啊，特别是我缘逆境啊，实在不能相处，我们就避开啊，避开佛说的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守住这个原则。他讨厌我，看到我就不高兴，我躲得远远的他就高兴了吧，这是令他生欢喜心啊。他回报我，他侮辱我，我赞叹他，我感恩他啊，时间久了啊，有人把我们的对他这个态度传给他，他会反省，他会觉悟啊，永远的感恩啊，没有丝毫怨恨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法法是平等的，法法皆如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心里头啊没有烦恼，没有障碍啊。那么对方呢？对方他迷惑啊，没有接触到圣贤教诲，他有烦恼，他有分别，他有执着。那有烦恼、有分别、有执着的人呢，他所表现的是正常。啊，顺着合他的意思他就欢喜，不合他的意思他就发脾气，正常的嘛。啊，就他是六道凡夫，六道凡夫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跟六道凡夫看到他的这个现象正常，点头很欢喜。啊，慢慢的修己化人。啊，修自己感化别人。这样子才真正成就自己的德行啊，成就自己的回归自信啊，真回归自信了，不成佛也成菩萨。最低的标准呢，你也成阿罗汉了啊。所以放下妄想分别之处，最殊胜的方法就是跟人相处啊。什么时候对一切人都能够做到平等，做到和睦，你才能入境界啊！
不能跟人相处的人，啊，看这个喜欢，看这个讨厌，这是我们修行正果最大的障碍，连到最后往生都产生障碍，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自己一生当中想成就，啊，你首先把待人接物这一关突破，啊，真正走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这个是以信德流露。啊，记住，顺境善缘，不起贪念；逆境恶缘，不生嗔恚。啊，在境界里头，不要逃避，要面对境界，磨练自己。啊，离开这个境界，那是不得已，人家赶你走，你没办法。你不能不走了，啊！续世今生所造的业障啊，所结的恶缘啊，菩提道上哪有那一帆风顺的路啊？不可能的！啊，我跟诸位在讲席里也报告多次啊，我在台中求学，跟李老师。啊，那我们是从外地人到台中吧，啊，也受到歧视啊，排斥啊，啊，那我们要忍耐。那我在那里时候，只一个守住一个原则，我来是跟李老师学经教的，李老师没有赶我走，你们用什么方法都赶不我走，啊，所以我在那里能常住下去啊。什么都能忍，啊，而且欢喜。啊，老师曾经在同学面前，啊，也是对每个同学的，啊，提出批评。啊，李老师对我的批评说，在六波罗蜜的，我有两个，一个布施，一个忍辱。啊，那你不能忍，人家给你一点气受，你就跑掉了，谁损失？自己损失啊，亏就吃大了。哎，所以凡是古今中外，凡是成就的人，忍辱是关键。啊，特别是仁慈对人，啊，不能够忍的话说。这个人肯定不能成就。啊，老师真正选择传人，啊，标准是在讲，就是六波罗蜜，啊，布施是看你能不能放下，啊，你对于五欲六尘。还有没有贪念？要放下了。佛教给我放下，才能回归自性。啊，到弘法这个阶段的时候，接触大众，大众对你的恭敬。这也是福报啊！你生不生欢喜心？啊，如果恭敬生欢喜，不恭敬就生烦恼。你不能成就，你是凡夫。啊，这是你的业障。啊，恭敬不恭敬都一样，恭敬欢喜，不恭敬也欢喜。若无其事啊！啊，供养啊，供养多了就欢喜，供养少了就不欢喜，那就错了。
啊，供养怎么样？最好归常住。啊，现在有不少同学学会这一点。啊，我跟人直接发愿。啊，结法缘怎么结？到人家道场，当然先到大殿拜佛，啊，礼佛三拜。第一拜，我跟这个道场结缘，希望将来以后有机会能到这个道场来讲经弘法。第二拜呢，给这个道场常住结缘。他的住持当家里面的执事啊，跟他们有缘。第三拜给这个道场所有的信徒有缘，这本成熟啊。所以法缘属什么啊？那我们拜这三拜给别人拜不一样，我们有这个愿心在里头，对道场每一个人尊敬，自己谦卑，啊，所有一切供养归常住，啊，我多少年来在各个地方讲经说法，只接受他给我往返路费，啊，坐飞机他给我买票，坐汽车他给我买票，我只接受这个，其他的一律归常住，欢喜啊。就常住欢喜啊！哎，你不会把他的钱带跑掉了？还有他更担心的，你把他信徒拉走了，嚯，那个他很痛苦啊！那怎么的？这一皈依啊，都皈依你了，都变成你的徒弟了，那是最担心的，所以他不敢轻易去讲经。请你想，他损失来了。啊，所以那皈依怎么样呢？通通皈依常住的老和尚。啊，早年，我传授皈依，皈依证是寺院老和尚发的，只发他的皈依证，我带他举行仪式。啊，是他的皈依弟子，不是我。这个语言才能接得好啊！哎，大家生欢喜心呢，我们自己也很高兴啊！啊，身心没有一丝毫牵挂，你的专心在经教上啊，没有这些东西干扰啊！啊，这个事不大，可是影响挺大。为正法久住着想，那最重要的就是要提拔弘护的传人啊，弘法护法的传人，这个很重要。从前并没有学校，也没有学院，也没有什么培训班，那从什么地方培养人才呢？从听众啊，过去没有这些科技设备啊，所以弘法的条件至少有两个不能缺少啊。第一个就是记忆力也好啊，你听老师讲这一个小时，你都能把它记住，至少呢，你要能记住80%。啊，老师讲一个小时，让你上台复讲，不准加自己意思，把老师东西重复讲出来，至少你能够讲50分钟。啊，有这种能力，你可以学讲经。啊，第二个理解力要能圆融啊，一个是记忆力，一个是理解力，没有这两个条件你就不能够学讲经。
那不能学禅学护持护法啊，道场里面许许多的工作执事啊，都需要人去做啊。红护是一体，红护没有高下啊，所以得选择。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习的时候，不但没有录像的设备，连录音都没有啊，靠什么呢？靠记忆啊。李老师教讲经，我们同学20多个人啊，他只讲一遍，你如果记不得的话，他不会再教给你讲第二遍啊，他很严厉啊，他会呵斥你，他会打你啊，打了怎么样？打了也不讲。老师跟我说了，打了你叫打记性，不跟你说，如果打了跟你讲，你就不怕了。哎，顶多挨一顿打嘛，老师还是会跟我讲嘛，打了不讲也没办法啊。所以就逼着你听经啊，全副精神关注啊，这才能教得出来啊，所以很不容易。那么现在方便呢？现在有录像、录音，啊，录下来了。一遍没听懂，你可以听第二遍；二遍不行，听第三遍；听100遍、1000遍，你总会听会了吧？所以现在真是下下根人都可以学讲经，那重复听嘛。那是从前不行的，就一遍，没有第二遍的。啊，那真真是困难啊。那么我在台中能够住下来也是有原因的啊。古人这两个条件我都去做啊，我听老师讲一个重点经，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内，我要复讲的话都能讲到90%，我有这个能力啊，理解力有啊，所以在这个班上啊，同学们听漏掉的啊，不敢问的都来问我，我帮助他们就太大了啊，等于给李老师当助教了啊。就古时候学教比现在难多了啊，中下更新那真的是没分啊。现在录音录像，中下更新都成就，而且不要请教老师啊，在网络在卫星，只要懂得方法，守住这规矩，没有一个不成就啊。这规矩很简单的，就是老实啊，不准你发挥。你有见解啊，有很好的这个说法，老师都不答应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老师教你修忍辱不能，不准你发挥，就是叫你修忍。忍久了之后啊，三昧现前，就他得定了，定到一段时期，他开悟了，方法妙绝了。如果你觉得有新的意思，常常要发表你那个，你那个定慧就没有了啊。那么你一生搞得还是个凡夫生，你不是圣贤生，你开不了悟，所以你才晓得古时候设的那套方法，设计的那个教学方法，高明到极处。啊，那我们一般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说这不合情不合理，老师怎么这么专制跋扈啊，都不准学生发表意见。他不晓得的，你现在不是发表意见的时候
啊，什么时候发表了？开悟之后。啊，没有开悟的时候不要发表。啊，没有开悟都是你意识在起作用。啊，意识是妄想，是分别执着。啊，所以不许口。它有很深的道理。我们学的时候，老师并没有把这个道理说出来啊。可是我们老师，这个老师从小父母教的啊，尊师重道，老师怎么教就要怎么做啊，不准反抗，不准有意见，这从小教的啊。可是现在学校里的绝对没有这个教法啊，所以把戒定慧这个原理原则破坏掉了，非常可惜啊。那我们对这个道理真的通过自己的学习，三四十年之后啊，才恍然大悟，才明白古人的用心啊，真正发现了自己的利益了，绝对也不是古人，所以怎么想没有办法超过古人啊。古圣先贤让我们尊敬，让我们佩服啊。那么现在这些人呢，受了科学这些训练提倡的是要创造，是要发明啊！创造发明太多了，把世界搞乱掉了。现在搞得天灾人祸，到处都是的，这都是创造发明创造出来的。那如果守老古人的这个老规矩，这个灾难全没有啊！啊，我们必须要理解的啊，这个道理确实。甚深甚深啊！理解之后，我们就甘心情愿做老实人。老实人有福了，真的不是假的啊！我看到好像时间到了，是不是？还有五分钟，还有五分钟啊！现在我看清楚，还有七分钟啊！刚才是八，我看到上面有标有字啊啊！所以夫子说了：“性而好古，述而不足。”这两句话。是成圣成贤的秘诀。啊，古人的东西在中国，通过五千年的历史考验，啊，孔子集大成是2500年之前。那么他所集的大成，就是从孔子往上再述2500年，那到什么时候呢？伏羲、神农、黄帝啊，古圣先贤的教诲呀，啊，他把它整理留下来啊。那孔子距离我们呢？也是2500年啊，他给我们这两句话的教诲，懂得的人不多啊。啊，信而好古，述而不足啊。我们学经教。遇到清凉大师在《华严经讲记》里面，
他的讲记是素朝啊，清凉告诉我们，佛陀亦复如是，也是一个性而好、述而不作的人啊。于是我们就能理解，事出世间大圣大贤。他们成就的秘诀就在这两个字啊。那我们这个老师啊，从前是受父母教训，哎，就学老师，不懂道理。现在道理搞通了，更要老师啊。而且现在我们知道啊，老实人就是持戒、修定、开慧啊，戒定慧三学都是自信的心得，一点都不会错啊。道开智慧开的时候，那就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一句话说绝了啊，诸佛如来的智慧深广无际，人人都有啊，没有例外的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六位一然，这是佛在华严经上说的啊。所以智慧不是从外面来的，从外面来的是常识，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智慧是自信本来具有的，流露出来的啊。德是道德、技能、才艺都属于德啊。相好包括我们说一真庄严福报，没有不去做，样样都圆满，而且人人都平等，没有哪个是例外的啊。那佛给我们说啊，都对我们凡夫的时候，为什么变成这样的啊？佛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这里把我们的毛病说出来，因为我们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所以自信里面的本来具足的智慧德相不能显现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只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显现。要不要学呢？学跟不学没关系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学学了12年还是放下，他要不放下，他所学的就变成所知障啊。这是告诉我们，学了之后放下啊，不学呢，慧能大师给我们实现的，不学，没学，不认识字，一天经都没听，没学过啊。那他开悟之后什么都通了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三藏十二部啊，一念跟他听，他跟你讲啊，讲的一点不错，讲的头头是道啊。这就是说，学跟无学没有关系，可以学可以不学啊。关系最重要的是放下啊，什么都要放下啊。首先放下，放下批评别人，这个造业造得最重啊。学会怎么样赞叹别人，不要批评别人，接受别人批评啊，我感激，有则加勉，无则改之，我不批评别人啊。从这里下手啊，啊，口业最容易造，最容易犯啊，从这里下手啊。学谦虚，
学恭敬。啊，《弟子规》一开头就教给我，现在时间到了。谢谢大家。